未来人生路，喜我斗阵行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欢迎在下斗阵的时间准时甲张磊斗阵来看戏。精彩在现内，斗阵来相会。金秋国庆，邀您继续来看好戏。看戏之前，咱继续来看由林雅琪汉剧短视中心为咱带来的这出戏《空城计》的这个选段。那讲的是什么款的故事呢？马上为您送来。
难不交。我等待着
好看的这段戏，接下来咱继续来看由岭南市东东汉剧团为咱带来的万世汉剧《何秀桃》。上一回故事，咱看到赵四爷甲张金如赶出去，这个时阵特别赶倒来，要甲老爸何秀的张浩到厝内以后，无看到老爸身影，专门这个媳妇赵四，想袂到这个赵四哦，对于家己做的代志，唔难唔认错，态度佮非常的嚣张，非常的强硬。去啊，这个大号组张浩要将伊休杀，这个时阵赵四才知影惊，赶紧认错。随后，两人就决定啊，要去把这个老爸找倒来。另外一边，被赶出家门的张金如，腰啊昏倒在这个路边。好在在乎这个为人淳朴的李氏，佮有一个石憨及时救倒去。两人听了张金如的招呼以后，哎呀，非常的疼惜这位老人。多好，两人嘛无亲人，所以就认下这个张金如做一个老爸，好心的来伺候。可怜啊，社会顶面阁是好人较侪。可怜的这个张金如，最后总算还过一个安稳的日子了。那刷落来，张浩甲伊的这个恶毒媳妇会找上门吗？好笑到的大结局，马上为您送来。光头和尚，嘿嘿，还有一个裤裤都没有穿。啊，这可是我老公啊，花了10两银子买来的。我给你换吃的，要不要？我又没有银，我也没钱。我不要你的钱，不要你的钱啊，就换吃的。啊，跟你说哈。要是你家里有老人家，你拿回去啊，他老人家呀肯定会很高兴的。咦，对呀，这明天啊就是我爹爹60大寿。嗯，好，我给你换换换。
分一点点给我吃哦，我刚才都分给你吃喽。哦。拿去。就那么一点点的，那我回去了哈。嗯。我家是做豆腐的，你来我家吃我做的豆腐啊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天天的就出来讨饭吃，真的不要脸呐、啊！老公，老公，你有没有讨到吃的？大家都说我年纪轻轻的就出来讨饭吃，真不要脸。老公，我有，快吃，快吃啊，快吃啊！你这是哪里来的？这啊，是福寿老爷赐给我们的。福寿老爷啊，我的福寿图呢？哦，你的福寿图吗？一不能拿来吃，二不能拿来喝，我拿来换吃的啦。啊，你这个贱人，我来问你，那换画的来哪里去了？看我往这边去了。啊，不对，啊，不对，你那往这边去了。你，老婆，老婆，你去给爹爹做好吃的。我把这画给挂起来哈、哦。好。儿啊啊，画挂反了。哦，反了。我老婆的手艺啊，真是巧哦。石憨哥，你呀、啊、要向爹爹学习。我会的，我真是有出息了啊。爹爹，你就不要取笑他了，饭做好了，我们下去吃吧。好。Thank you.
咦，我的传家之宝福寿图怎会在这？莫非翟云兄亲自到此，带我进去问个明白？但是来不及的。屋里有人吗？来下一场的时候。屋里有人吗？是谁呀？相公，请问你找谁？我前来找位姓张的仁兄。我家相公他不姓张，也不在家，你还是到另一家去找吧。请问大嫂。哎，谁在看我老婆嘻嘻哈哈呀？仁兄不必动怒，我是来找一位姓张的仁兄。你找姓张的去那张家再找，你找到我石家的做什么呀？大哥啊，这个是我的，这是我当初上进之时并卖之物，怎会在这啊？当初都是因为张仁兄助我文理十两，小生才有今日啊！有人给你十两银子，你就把他给卖了？就是给我一千两、一万两，我都不会卖。啊！可恨这世上贪财人，假装孝心谋金银，想不到这张仁兄竟是这样的人啊！老婆啊，哎，我看他这位相公也是好人哦，我们请他坐下来喝杯茶。 好，老婆上茶。相公请上座，请。请坐。请用茶，多谢了。哎，爹爹至今下落不明，真叫我坐立不安啊！咦，请问相公啊，你爹爹他姓甚名谁？我爹爹名叫张根如。什么？你弟弟也叫张根如？正是，怎么了？你这小子呢？骂声小子啊，不是人哦！你脸色啊，别忘心哦！你叫张小啊，却不小男，竟把老爹赶出门哦！你带弟弟伤人心难，枉在世上啊来做人哦，手提木板将你打。是。你老婆做的事情还假装不知道啊？我老婆？哎，这到底怎么收起呀？相公爷，尊神两公平分明，无官无父连不。早就冻死在那雪地里啊！哎呀，
做一顿饭的油烟，做一星期饭的油烟，做一个月饭的油烟。你家厨房戒烟了没？多利葵花籽油，多利七重精炼技术，营养多，油烟少，多利葵花籽油。里面有了吗？这狗东西又回来了，我要打他个狗吃屎。兄弟啊，他来验的，我们也来验的。哎，不可不可，大人吩咐下来，不可鲁莽。哦，原来是狗差啊。是官差。狗差。官差。狗差官差一样样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和你吵，我来和你商量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我用这100两纹银买你那图。啊，你要买我的头啊？哎，不是你的头，买你那堂上挂的福寿图。不卖。不卖啊？那借用1两天行不行啊？不借。不卖也不借。哼，我说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难道你们要欺压老百姓不成啊？兄弟啊，哎，上。啊，哎呦，嫂子，严子在此。上。老婆，狗才抢东西了。老婆，狗才抢东西了。里面有人吗？咦，这狗东西又回来了，我一定要打他个狗吃屎。哎，你怎么打人了？怎么我又打打错人了？啊，老公啊，就是他把我们的福寿图骗走了啊。你快把那福寿图还给我们！哎，你们来迟了，那图都被人抢走了。哼，我不信。没有，被抢走了，真的被抢走了，抢去了。哎呀啊，出了不是啊！见过大伯。两臣一共2人替我在外本是情深深情深，弟弟啊，我不
原来就是你们这一对狗东西呀、啊！把爹爹呀、啊、当作奴隶，你不如啊，在那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把他一个老人家，冻死在外面啊！嘿，老婆，哎，我们把爹爹藏起来，藏起来啊！竟敢把我的爹爹藏起来！哈哈，去年嘛，他是你的爹爹，今年嘛，他就是我的爹爹。啊！哎呀，老婆，他说去年是我的爹爹，今年是他的爹爹了，这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不怕他来，你呀是爹爹亲生的，我们去告他。说的有理，来，跟我一同去见官。见官就见官，难道我怕你不成啊？你不怕吗？好，见官去。走。
我爹爹，我爹爹，我爹爹，哼。启禀大人，有人击鼓。人来，有。撤去兽徒，摆上公堂。是。石憨是那石家庄人士。草面张晓，张晓可是习孝村人士？正是。抬起头来，啊啊啊！原来是斋仁兄，王贤弟。斋仁兄，王贤弟。原来是他呀！昨日我还差点打了他一棍子，这回我死定了。来呀，给詹仁兄看座。是。他有座，我有。请问詹仁兄，家中一切可好？一切尚好。那小弟卖给你的福寿图呢？福寿图吗？大来啊，我知道。讲来给大人听到呢，他叫张孝嘛，却不孝，终于虐待嘛老父亲，老婆赵氏嘛心狠毒，风雪寒天嘛赶爹走，我父亲救他将爹认，欢欢喜喜嘛度光阴，今日老爷把堂生。我如果误打嘛老爷生，若问那福寿图在何处，被他们抢进县衙门呀，县衙门。听你说来，我爹爹还活在人世？他呀，是啊，好着嘞。人来，有，速去石家寨接老太人前来。是。请坐。来呀，撤去张孝座位。大胆张孝，
听我说，讲大人嘛。不解恨，儿啊！爹爹，人生在世，谁能无过？知错能改，就算了吧。孩儿谨遵爹爹教诲，起来吧。谢大人，谢爹爹，谢兄嫂。来呀，有。将此牌子挂在大衙门外，以示那些不孝之人。是。人来，有，撤去公堂，摆上寿堂，与爹爹拜寿。爹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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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上座。王有欧宝先有先宝，所以大家呀，就是爱加行善事，加孝顺咱的长辈。明日两位观众朋友您播送的是金德辉精彩的故事，观众朋友会记得准时来锁定我们的节目，会记得在中午的整点，千万不要错过精彩好戏。好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咱明日再会。